怎么令诶破破破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卖啥人 ？Smalling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嫁港台湾男装好意思。今日看卖头毛就知。红烧头诶！我伫咧鹿港个见哦。要来鹿港要食板豆。哦，即个是尾牙诶板豆。诶，尾牙板豆。即有一丁人定时举办板豆。诶，吓啊！你看，做好晒伫咧煮物件咯，煮好料哦。台湾文化的活动，每年拢会找时间来办这个活动，啊，希望讲大家人会当会记咱以前较早的生活咧，食啥物件，有啥物好耍的物件。有这边，我的头发已经失控了，不要笑我啊！凉皮头，就凉皮呀。两个喙手，然后就一直在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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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搓的，这样像不像胡须？哇，胡须，哇，好细哦！这样，哦，哦，这个虾足特别的，弹声。看，很好做，像蝉一样，很好。阿哥追耶，我不知道蝉的台语。神战斗陀螺，哦，好好胜哎，好胜哎！下面人做好，他用竹签撑着，手上拿着才会好拿，好拿。阿问台湾人，台语叫好雅郎，有钱人的谐音叫好雅郎，然后他称差点哥，嘛是咧讲你是好雅郎的意思，知无？这个龙足水耶，美加进化。对，差差很。板豆的现场，哇，看起来可能有超过八十桌哦。听台湾的朋友讲，头前的歌戏甲布袋戏做伙表演。两个手柄到老力，做了这场尾牙的活动呢，非常久的时间了。那据说啊，主办单位呢在筹备这个活动来主办，然后呢邀请了很多的艺文界、文化界的歌舞哥、布袋戏团呢。长熟肉，今晚内底有加南部才有的火烧虾，肉饼肉饼，虾卷的味道，可是又不是，这比较干嘞。辣辣辣肠哎，干不干啊？这是什么？另外一种很强。完了，炸虾卷的感觉，都有味道啦，可是量不多。好食哎，哇哇。很硬。西卤肉，煮过的蛋酥是伊的特色。哇、哦，看起来内底的料有够多，有鱼翅诶，是不是啊？假鱼翅，假的，增加你口感而已，吃起来很安全。有足够的盐水味诶，吃起来有一点啊咸咸诶，但是是会当我会当接受诶咸。越吃越好吃，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，谁老板推荐？蜈蚣红鲟米糕，边仔的北斗米糕内底有鱿鱼加猪皮，属于味道不重的那一种，是还蛮好入口的，不会干，好吃。法菜，哇，太香了！蟹丝，螃蟹丝，香还是淡？蛋丝，你怎么了？蛋丝，吃蛋丝，吃蛋丝，蛋丝又何奈？蛋丝又何？哦，足咸的蛋丝。
鱿鱼、螺肉、蒜，雷阿伯尤其是伊的代表。雷阿伯。金钱虾饼。很多虾，很多虾。之余，以前的人拢先把鱼仔煮起来，安尼较袂歹。上粉条袂吃，这个碗很多。弟弟的酒，一般般。还可以。损失腿裤，没有入味，应该是准备时间不够。孙娜好食，孙娜好食，但是你把有一点仔甜安尼。排骨汤，这个汤有白鹅的海的味，就天地的天地，哇，又够汤，这款汤里面有猪肚和鼻，大家应该咽到了吧？鸡仔猪肚鳖，这个汤做起来很高工的哦。对，我第一次吃鼻的。有一点啊，敢那猪肉，还有一点啊，敢那鸡肉，掺掺的感觉。哦，伊个汤足香诶！这个鸡鸭猪肚鼻是我今天晚上吃到现在最好吃的一道菜。我嘛是，赞。肉粽馒。伊是无猪鼻的肉粽，鱼浆做的，我就特别的口感。一般的鱼浆没有加东西，然后有粽叶的香味，很特别，然后我觉得算不错吃。苏丸虾枣，菜单写两种，但是根本确定是对一个。有一点啊甜甜的，整完的虾味鲜的感觉，它应该要热了吃会好吃，可它已经冷掉了。对，冷掉了，就只是脆脆的而已，就都是油，不好吃。耶，今天的饭桌体验就到这了哦。我感觉袂歹啦，有足侪趣味的代志。有足侪菜色是我无食过的，大概去饭桌拢有惊喜。啊，有足侪，你去。细汉时阵食的，啊，已经足久无食着的，足怀念。啊，不过一寡菜我是感觉。哎，不是我的 favorite， 每个人的胃口不一样，口味不一样啊。哎呀，你今天的第一名菜，就是鸡鸭猪肚面。我嘛是鸡鸭猪肚面，鸡鸭猪肚面赢。赞。好，今天的体验就到这了，后盖继续体验有诶无诶，下骹要吃啥物就吃啥物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哇，你的瓜鱼甲布袋鱼拢足夸张哦，有烧起来，搁会飞，有烟火。有大鸭肝，有零，这无咧，我细汉时阵无遮侪物件无。哦，原来这个是 Advance 版的呀、啊。